这边要先了解一下情况。长沙，投诉长沙某酒店沐浴露白色絮状物有一股腥臭味儿，猜测是精液。叫长沙里古亚朵酒店，这量也太大了吧，不会有这么大的量吧，放到那里边，那里面去也得技巧啊，这个太恶心了，这张图把它 消掉，哎呀太恶心了，这都消掉了。说用热水壶煮这个内裤，用擦马桶的毛巾擦杯子，高岸为谷是深谷为林的，人心不古，日风日世风日下，成浮浮于东海了，拜拜。